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好，我是陈迅。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I'm Matt Scott from Valve。大家好，我是谢恩伟。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I'm Jason Van。I'm Leo Gad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I'm Marshall Robinson。G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dio。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大家好 ，KGI 的专题继续回归。今天我们接着聊双截龙的下期啊，今天就把这坑填完了。我是西蒙，我是老安藤，大走，大杨子是定场诗环节省略了。一般上下期都没定场诗。是，然后那个今天应该是聊双截龙二代了，该，因为上期我们最后结尾在一代的那个结束。对，一代 FC 版说完了。对，然后正好我们聊聊上期大概都聊了什么，其实就是主要是讲的是双截龙之父岸本良久。Technos 对他的故事，对他在 Technos 之前的事儿，包括进了 Technos 做了热血鹰派跟双截龙一，对对，然后包括这两个游戏之间的这个关系，对对，传承的关系、然后这下半场呢，主要讲的是一个双截龙的这些续作，还有一个是讲岸本良久之后接过双截龙开发接力棒的另外一个冷门的一个制作人，这是谁呢？我们留后头说。好嘞，对，行，那暴走可以先开始介绍二代了。其实从二代开始，就是咱们这代人开始真正接触这系列的。对，二代的还是咱们从街机版开始说啊。二代街机版，上市时间是89年，原本的他们的企划是做一个一代的强化版，花一点小钱，然后稍微优化一下美术，升个级。但是他们测试之后，他们还是一边做一边测试嘛，发现反响还不错，然后岸本索性就是说，那咱们就直接做二代，然后基板也换了，之前换了一个升级了新基板，然后整体的游戏的画质，然后游戏的节奏速度、画面表现力什么的，对，都提高了，一代强，对，强了点。然后主要的变化还是操作上，它从一代那种拳脚变成类似于热血鹰派一代的那种左拳右脚，就是说你的那个A 键就是向左出拳 ，B 键向后踹。然后你要是脸朝右的时候，就是 B 键是先右打，然后 A 是向左后，就是往后踹的那方式。对。然后一代咱那个无敌肩，对，被弱化了。一是敌人的那个蹲的那几率更高了，二是你的持续时间也没有一代那么长了，所以就不像一代是那种那么无敌了。对，一肘能通关了。想一笔通关真是挺难的。对，对，然后那个，但是他加了一个就标志性的招，就是旋风腿。当旋子，对，官方名字叫龙尾蓝风脚。这个旋风腿后来也是后来基本上轻保过关的保险的那个对标配。对，然后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那个 boss 那个枪也不是一击毙命了。当时旋风腿也是小孩就比谁能摁出来。对对对，我当时最早玩双截龙就是二代的，当然 FC 版的那个。其实那就是你跳到最高点时摁就成了。对对，关键俩人可以互相打呀。对对。互相影响，但街机版的旋风腿没有 FC 版厉害，感觉有点鸡肋。街机版的敌人他 AI 很高，他们你出旋风腿时，他们基本上还是会用优先蹲姿躲避，蹲姿就躲了。对，然后二代的副标题叫复仇，因为刚开始那个女主妈脸直接让那个手下一枪威力啊威力对威力那冲枪给突突死了。然后他就复仇。对，然后这游戏其实也比较香艳，体现在他好多那些 UI 设计上。就是提示你前进那些图标，一般都是 go go 的那个嘛，然后就变成了涂抹红色指甲油的玉手。然后同初代一样，家用版的那个双截龙二与街机版就完全是大相径庭，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原创游戏的佳作，基本上超越了街机版了，从游戏性包括各个方面我觉得。然后家用版是与街机版一天发售的，不是一天，是同一年，同一年的12月22日发售。对，那就是对，街机版是在之前，然后之后出了那个家用版。然后这家用版游戏增加了，就这个二代等于增加了游戏的难度设定，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互殴的选项，就是能
A B 模式的那个 A B 模式、嗯、，A 就是俩人不打，然后 B 就是俩人互殴，为互殴，同一水平线就能互相伤害嘛。你给打死之后还能奖才能奖命，对、嗯、对。然后剧情也是过场剧情也是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忍者龙剑传》的那个就是插画的一格一格一帧一帧那种竞帧竞帧底下配字儿的。对，关卡设计里就是咱们小时候玩的时候也是感觉里头好多机关，好多那种门。在飞机真飞机上，然后那门一吹给吹跑了，传送带，对，传送带、嗯、各种刺儿什么的啊，对对对，传送带，对、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飞机机舱那个门、嗯、直接有气流，气流，然后有的声咕咕咕咕，然后那人就给吹跑了。还有最后几关那个能消失那平台莲花宝座，都叫莲花宝座。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那关的有一关的那个推土机，第五关的大推土机，那个特别好玩，就是我觉得嗯，合金装备的那个《和平行者》里头玩的那个拆那大的那个 MGS、嗯、玩那个大机甲 MG 的那个大机甲的时候，有点就感觉特别像那个当年双金龙这种往上跳一点点爬上去然后打，就这种推土机的机关，然后紫禁城的那个宫殿，然后紫禁城氛围的那种特别像紫禁城的那种宫殿，还有若隐若现的莲花宝座，还有那种真山，都是。游戏反正就是挺难的，整个你通关的时候遇到很多阻力。不是说喜欢李小龙吗？这些元素感觉他那些片子里也出现过，对，更惊险了。整个然后除了这些，我觉得客观存在的这些场景上的这些难度的这些设定，玩家这些主就攻击方式比起前作来说更加千变万化了。对，动作上、模组上吧，比街机版反正啊，家用版比街机版要丰富。对，对你家用版它增加了好多特别有杀伤力的招数，比如说吧，你落地瞬间或者倒地起身瞬间，你摁下拳的话，它能够发动天杀龙神拳勾拳，就是对对，咱俗称的勾拳。对，它这直接它这勾拳它演出效果什么样？是直接就垂直把人打到高空，好几个人身位那种。另外还有一招是落地瞬间拳脚同时摁发动的爆魔龙神脚，这个招呢它更具有那个杀伤力和演出效果。你按照这个伤害积分来说呢，之前咱刚说那个被称为旋风脚那个龙尾蓝风脚，它攻击力为8，而这个天杀龙神拳攻击力为10。像是咱说的就是这个铁膝盖一个爆魔龙神脚，它的攻击力则高达15，基本上是在你横向的距离内的敌人全都能够基本一平吧，一半平多就直接出去，特别爽，真的就是一个神龙摆尾，就全给你扫对吹飞。嗯，像他这种落地瞬间然后输入指令发动招的这个设定呢，他后来是在热血进行曲、热血物语系列里面都得到了沿用。对，还有那招可以一直出，就是你膝盖落地以后再前 AB， 包括最近上的那个双金龙4，嗯，也是保留了这个、嗯、一直铁膝盖落地瞬间出。对，像他这个，你当时你玩那红白机，因为像日版他那红白机，他那个不是没有连发嘛，除非你买那连发手柄，嗯，如果你要没有连发的话，你发这个爆魔龙神脚就是铁膝盖非常难发。嗯、对，包括前一阵我之前玩那个 3DS 上一上我买的 VC 双金龙2，我就特别难发动这个，是不是得木压铁膝盖？就是你刚起身的那一段，对，或者你刚就是蹲姿落地的时候，你想想必杀技，你这加这么多的话，那肯定是被必杀技打这些敌人，他也得相应的给你增加。对，主要其实最明显就是 BOSS， 你看一代就是各种的阿波波，嗯，还有那个大壮，嗯、然后二代上第一关就是那个特名的那个能消失的那个布鲁诺夫，人体炸弹。他就是戴着一个那种多尔巨人多尔巨人的头盔，对，然后他那招能给你薅脑袋那抓起来，然后咚咚咚咚你肚子，对，然后看着特狠，这个反正那时候小时候玩觉得那时候特暴虐那招。我们玩这会儿是正好是91年圣斗士刚流行、嗯、我们都管这人叫卡西欧士啊啊啊，他还有那个肩上的那个就那个绷带，嗯，那皮带那个，然后而他最标志就是能复活一次，对，你看刺儿死了，然后这东西落地上，然后还能弹回来。它是从肚子这散开的，好像跟烟儿似的，就是挥发了。对，然后它的设定以前是职业摔跤手，然后被人称就是人体炸弹，然后同时也是那个超重量级的那种冠军，然后退役后就加入帮派，嗯，然后平时是那种特别安静那种特别那什么的人，特斯文，对，一旦兴奋了就疯了，就杀人，我就特别像那北斗里面那个哈斗，红桃，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刚才来说直升机舱里边那个波罗就是中分版的那个阿波波，对，他其实就是阿波波加了一个假发，对，但是看着特狠，大胡子，然后他
也跟阿波招基本一样。然后他的原型其实就是那个《龙争虎斗》里边那个韩先生那手下，就是那个也是留一中分头，穿一道袍，然后胸肌特壮，就是李小龙。李小龙他们遇，哎，不是，应该是他们在武道会上遇见第一对手，就是他有一块跑，他是那个抱起来，熊抱给勒死的那个，那特狠那个。然后他的那个就是扮演者是叫杨思，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推土机的那个特别像阿诺的那个小绿裤子，戴迷彩裤，迷彩裤，然后小平头，对，然后他的那个墨镜上有那个有点红光呗，特别像那个 T 八百那个海报里边，这是街机版的造型，是像 T 八百，对，然后他是你最后登那个推土机，你登顶以后，他从那个驾驶舱跑出来嘛，对，嗯，最后得打爬上才能打的，对，然后他但是他跳起来那小腿儿，然后看着特可爱，嘚嘚的那个，对。然后他的那个招就是有一招叫水平削球，就是那个抡胳膊，那个横着横打你，还有一个肩撞拦截，就是拿肩部撞你，都像摔跤的招。嗯，对。然后这个你刚才说的都是那些巨汉大壮，对，大壮。然后小猴，它里头还有一些猴，比如第二关的那个 boss 是一忍者，那个是家用版的一个独占，紫色那个。对，家用版那个开头动画就是忍者把那个 Marin 给绑架了。嗯，然后这个角色就是特别让玩家当时玩的时候特别头疼，因为他距离远的时候他会用那个手里剑来打你，还空翻，对，嗯，然后你被打到底了以后他还能过去追打，得追着在地上打你，然后冲刺速度又快，然后还能就直接撞，然后直接在你那个撞飞，然后还能在那个身后就是来回来去穿，各种距离都有攻击方式。嗯，对，他这个抛物线应该要咒反的。对，然后你刚想反击，然后那这 boss 就会用那个翻滚抛物线的攻击，就闪避。对，近距离也会拿那个苦无攻击。嗯，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叫 right arm， 就是右腕，右勾，右腕，右勾拳什么的，右臂。对。家用版的独占跟那忍者一样，家用版第二关那个一开始那个一个家用版的直升飞机扫射过后上面跳下来的一个拳师在霹雳手套，他是赤手空拳的，嗯，然后跟你打出拳速度跟出腿速度都特别快，然后也是那种白色道袍带黑带的那种，就一看就是白人控制到家那种，对，一看就是武道家那种感觉。 对还有一个就是幻影，上集你说的那个，嗯，就打自己，嗯，就这人比利基米的那个幻象，对，然后能发光，就是远距离打，然后也会潜到底下，还能跟瞬息杀似的那，对，还能附你身上打。我就记得当时是在一个那种大的宫殿上，跟天台似的，对对。然后有时候它会黑屏嘛，然后闪光什么的，我记得。对，还有记不清了。对，街机版有那个，它是从你影子里边直接变黑人来。嗯，正好幻影，它应该也算是你打最后 boss 之前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敌人。它这个最后 boss 呢，家用版它不再是威力了，它是原创的一个角色，它的名字叫迷之格斗家。它当时其实这个在家用版它没有名字，它当时它造型那种披那个紫色披风，使用的流派呢叫幻杀拳。嗯，它最早期它也是学双截拳的，之后因为理念不同呢，它就创造自己的一个流派，就是叫幻影杀人拳。他的出现是在这样，初代双截龙里边威力的 Black Warrior 就是黑战士集团覆灭以后，然后这个迷之格斗家他带领黑战士其他的残余骨干建立起自己新的暴力帝国。作为最后 boss 呢，他的招数应该算在里面应该能有跟主角是相媲美的，比如说你打第一形态时他会使这个隐身术，第二形态他会使那种回旋踢，还有倒立踢，还有那个特别狠一招能掉你三四格体力的叫横回转螳螂拳和跳跃横回转螳螂拳，啊，神了。你那个你跟他打的时候他还有一招，就是他出拳速度特别快嘛，嗯，他的那个必杀技叫马赫突，就是马赫突击。嗯，你像这个马赫的那种，对，马赫的速度超越马赫超越那马赫速度，这个马赫的这个名字里面冠名的这个后来被哪个游戏沿用，就是热血物语系列。因为你像热血里面国夫他的招牌的招数叫马赫腿，哦，马赫腿是来自于李小龙的有一个外号不叫李翻脚嘛，在精武门里面，嗯，李小龙最快一下能仅用三连踢，嗯，所以这马赫呢应该算是最早从李小龙那传过来的，嗯，之后被 Tekken 这些游戏里面所沿用。然后后来你在那个 GBA 版的双截龙 A 里面，嗯，这个迷之格斗家他总算告诉你他真实姓名叫什么了，他真实名字叫 Raymond 的
雷蒙德、你通过雷蒙德呢，你也能够推断出雷蒙德他在这个现实影业里面他的身份是谁。他的身份就是嘉禾电影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邹文怀，因为邹文怀的英文名字叫 Raymond。 你想想，一个电影公司的创始人跟一个游戏里面的最后 boss， 其实这你感觉他们两个地位应该是旗鼓相当的。 你上期不是也猜测了一个那个，对，那是猜测，但是这雷蒙德这真不是猜测的了。你包括你在这个后来 GBA 的这个双截龙 A 里面，雷蒙德他还找了四个手下，也就是他的护法吧，他与这四名格斗家他们组建了一叫五虎降神官的一个五虎将一个组织，他们施展的杀人拳法也由这个幻杀拳变为幻截拳。幻截拳对，听着就跟双截拳更像那个，更是那种相生相克的感觉。他这个五虎降神官的这个设定，他是借鉴了成龙早期有一个电影在日本非常广受好评，名字叫拳惊。嗯，你在这部电影里面成龙，我知道那电影，他成龙是跟那几个幽灵 对然后之后学到了五行拳，这打各种的拳法，这五行分别是龙拳、蛇形、虎爪、鹤拳、豹拳。你像你玩那个铁拳里面那个雷武龙，他里面他也是，他反正应该特别难控制角色，因为他有五种形态，他每一态就一个够就一套招。嗯，那背好多的。当时他这个 GBA 版设计这个五虎降神官的时候，其实想要给他们区分，就是每个人都区分开，把他们的属性分别适应成风影、钢、雷、幻。但是呢，碍于他这个机能也好，它这个容量也好，它这最后还是没有实现出来，这边还是有点遗憾。嗯，就而且他当时那个除了雷蒙德那个四个的人的设定，他说明书里没说，他是后来这别版那个制作人，海老找宗树，他在2003年一个采访的时候把这几个人的那个详细设定给说了，然后这个人也特传奇，然后这个制作人咱们后边说，然后还是咱们先说他那几个手下。嗯，其中有一个叫那个吴仁直，也应该也是华裔吧，就那个大秃子光头，他们这里边唯一一个没有那种特殊能力的啊，还有一个叫那个安德森，就是那个细顶长发安飞然后被打倒地以后他能分身，就那个能造一影分身的那个，然后还有那个 David 就是长发披肩，然后也是能造出四个分身的，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杨正利，然后带一个发带，然后他能进入地面以后，然后让影子攻击你，然后你打就是 FT 版以后，就是你那个把那个雷蒙德打死以后，他因为街机版是那个马莲不死了吗，然后最后通关照片是他们三个人合影，让马莲脸上流一泪哭了，然后但是 FT 版最后等于是那个马莲没死，然后就等于是给救回来了，然后跟团大团圆了。对，你因为你看那 FC 版那个二代封面，就是那个比利搂着那个马莲裙子都破了，对对对，拿一鞭子抽，对，所以这点就是跟街机版它是故事不一样，可能还是考虑到那些少年玩家嘛。对，而且后续作品那个咱们就是包括玩四代也好，然后那超人版也好，马莲都活着呢，等于是 FC 版的那个故事是被后边给继承下了。它主要因为你按双截龙它这故事排的话，它顺序应该是一代、三代、四代、二代其实应该相当于是最后一部，对，它是这么算的。你其实双截龙二它的还有另外一个就不为人知的一个移植版，移植精度非常高，它就是在1993年3月12号以 CD 光盘的这种光盘 CD-ROM 的这种媒介在 PCE 平台上发行的。它呢是以 FC 版为强化基础，它里面因为毕竟它是 CD 载体嘛，对，容量大，它里面可以加入大量的真人语音还有动画，它这个过场动画呢改为是更加日式的画风，因为咱前面不是说它有真人语音嘛，你像里面为 Billy 配音的是库川亮呢，他当时他有名的配音作品像圣斗士星矢里的阿顺，银河英雄传说里的莱因哈特，还有龙珠里面的贝吉塔都是他配音的王子，为基米配音的是神奈延年，他的作品也都是家喻户晓，比如说吧《灌篮高手》里面樱木军团的大男熊二，就那黄毛是他配的，还有海南队的神宗一郎也是他配的，三分球一个人啊，还有另外有《罗德福岛战记》里面男主公潘啊，以及《剑锋传奇》里的格斯，这个你发现他除了《灌篮高手》里面这些都是配角以外，都是其他你像那个《罗德福岛》跟《剑锋传奇》都是主角，这俩配音员都挺重量级的配的角色，PC 一版呢，它也是跟那个FC 版一样，你可以选择难度，它这个难度呢它是更跟这个结局真结局和那个坏结局它是有这么一个挂钩，比如说吧你在简单难度里面你打败雷蒙德第一形态呢直接就强制你那个进入结局，在这结局里面雷蒙德逃跑了，并且嘲讽双龙兄弟说你们并没有真正的击败我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二代大获成功，
大成功以后，美国那边好莱坞就是也想提出拍电影 IP 效应了，还是对，就想拿这个要挣钱。然后本来这电影是定档是在90年的时候上映，但是美国的那个 Technos 分部向日本提出了就是三代，就是也要跟电影同步上市，哦，然后一起炒一下，捆绑，对，等于是一个捆绑。但是游戏质量三代质量就有问题，好像跟这有关系吗？对，就要赶这个，有点关系，就为了可能互相迁就，可能到整个流程有点问题，估计同步计划就搁浅了。这个电影就到94年才上映，这电影之后可以说一下这电影。嗯，它三代，其实也是因为档期的问题吧。当时它日本本社就是基本上都有项目在做，然后腾不出人手来，因为他们等于是在做那个战斗部落，就是那个也是一个横版过关的一个，咱们国内也一般叫流氓大混战，还有叫那个什么朋克勇士吧。哦，就是举各种东西的那个，能举摩托，那是暴力摩托，不是暴力克星，他能举哈雷。然后你每关是打一帮派，它特别像战士帮，比如说吧，第一关是暴走族，第二关就是游乐场小丑，是那某 hack 那个吗？有某 hack， 对，就主角是一个三个主角，蓝衣服、黄毛的那个，然后所以那就是找外包呗，然后他三代外包就是那个找了一个刚进游戏行业的一新手，叫那个 Ease 的，太空道理，对他说这个公司也有一挺有名的作品，就是后来出的那个。咱们都寂静之龙，就横版过关那个 Silent Dragon， 对，然后等于这公司它技术和经验就完全不行，基本等于零，所以大家看三代从美术风格也好，从手感也好，等于之前完全不一样，而且可以说是很差，对，但是他们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好的想法，比如他们就是也是为了增加投币率嘛，他们设计这是三人可以三人同时玩，就是那种三人同时玩的话题，对。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氪金游戏，就是在游戏里边你可以投币，就是因为国外是投钱嘛，然后进他那个商店可以买道具，买，而且买必杀技，而且每一版是你可以买别的角色，就是你不用那个。李兄弟买别的，买这估计最早氪金的吧，对，因为他这个他本意是学那个幻影地带里边那个虚拟商店，但是那个他是用游戏里边游戏那个分数虚拟货币打，对，但是他也考虑到可能这氪金这有点在当时玩的时候太前卫了嘛，可能玩家不接受，他本身游戏你也可以就是不氪金也能通关，就是你反正就是费点劲，你得适应他三代，重新适应他那个特怪的手感和那些招数，但是如果晚20年，这种模式应该就是挺被认可的，现在就主流了。对，它这个街机版三代，它也是跟二代一样，它有一个副标题叫《罗塞塔之石》。这个《罗塞塔之石》呢，它是取材自当时英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哥特乐队，就叫这个名字。三代它这故事是发生在二代之前，那会儿玛丽安还健在。先是那个比利和吉米他们双胞胎是遇到一个神秘的日本老婆婆叫称子，称子指引他们说你辣炒称子对，就是朝夏最爱吃那个，对，有贝类贝带盒的这个称子婆婆，她就是指引这个双胞胎说你们需要前往中国日本罗马去寻找三枚失落的罗塞塔宝石，最后呢你到埃及可以寻找就是说这个神秘的这个答案，三代它整体的故事变成什么样的结构了，变成是印第安纳琼斯夺宝奇兵这种世界冒险的了，全世界各地转，因为它这个街机的美版它不是可以双人同乐吗，所以呢它这个一 P 是 Billy， 二 P 吉米，增加了一三 P 使用角色叫 Sony， 他们这三个人的角色的颜色分别是红黄蓝，正好凑齐了三原色，真是三杰龙，Sony 是那 Billy 的表弟吧，其实跟他们一样，只不过就是穿一个黄衣服，硬给安一个设定，因为这次他这个三代的外包不是交给这 Eve 的 Technology 吗，他们那个后来把 Sony 这个角色给加入到寂静之龙里面了，变成那个四名主角之一，哦，放他们那游戏里了，那个一开始那个辣炒称子是不是那个家用机版也出现了，就一开始出现了，一开始让他说过来说话那是他吗，那个那是他师傅吧，怪说话那不是，怪说话那是比利跟吉米的一个朋友，就剧情里边那小白，小白哦，对，是他拄一拐棍那个，对对，是他那个，
当时你像双截龙三代问世的时候，其实之前已经有卡普空的这些动作轻板了。咱就说那个，比如说就是 Final Fight 快打旋风吧。嗯，快打旋风它提出了比较优秀的概念，就是你三名主角它是分能力不同，性能对，比如说分那个速度型的凯、平均型的科迪、力量型的哈格、哈格市长。你在这回这双截龙三里面，它也是给你进行了就是这么一种细分，嗯，因为每版可以三个人玩嘛。他为其他的那个增加新角色，也可以选三套不同的色板。咱先说这速度型的，速度型这角色叫大山正彦，他是来自成真空手道馆的。这个成真呢，大家肯定你要熟悉金木门，肯定知道成真这个取材自就是那个五师兄嘛，成真。然后像大山正彦是他这个一 P 角色的配色。然后二 P 呢，他这个角色你知道名字用什么？叫国夫，嗯哦、直接就用了热血澎湃的那个主角的名字。力量型的角色叫尤奎德兹，尤奎德兹他这个是取材自美国有一个动作明星叫宾尼·尤奎德兹，他是一个黑脚族印第安的混血的一个动作明星。哦、你当时如果你要是八十年代喜欢看嘉禾的那些武打片呢，你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比如说像是那个成龙洪金宝、元彪一起演的快餐车、还有那个飞龙猛将。他在飞龙猛将里面他不是演一个就是那个毒品集团的一个那个打手嘛、我记得他是跟那个元彪洪金宝他们打的时候，他老是那个先尝点毒品之后然后使腿给人踢飞了什么的。然后另外这个咱说了这个速度型和这个力量型，咱还得说一个就是技巧型角色。技巧型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咱们都管他叫小地主，或者是那个胖子，或者小胖子。他的名字叫陈清明，他其实就是那个咱们玩的那个家用版双截龙三代第二关可以收的那个蓝衣小胖子。这个陈清明呢，他也是双截龙里面之前登陆过的那个中国反派，陈大明的弟弟啊，你亲太妹。对，然后他这个陈清明的名字叫那个，你要读音应该是陈世美那种，陈三妹，对，特别的，当然有人管叫陈世美的。陈清明呢，他这个你玩这个红白机版的双截龙三呢，你给他打败之后呢，然后他还说我会忘记什么你跟我哥这些仇恨，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冒险。那我玩 FC 版那会儿，他不是那跳的前一臂是脑袋往前扑，头锤是那个，说的是蛤蟆功，对，蛤蟆功，嗯。但是大家玩的时候，玩三代街机还是玩日版，它上来能选人，对，就是你每个兄弟的头像你都能看见，底下写陈清明。对，嗯，因为这个街机版这陈清明变成可选用的角色了，所以它这个街机版的 BOSS 构成也发生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吧，街机版第二关 BOSS 他打的就不是陈清明了，他打的是一个拿双截棍类似于李小龙的角色，是在城城脚下。对，当时打的时候就是心里反正挺挣扎的吧，毕竟小时候都拿李小龙当过一阵偶像嘛。对。第三关的 BOSS 没改变，第三关 BOSS 还是那个日本忍者柳生乱葬，但是呢你无法收他为伙伴了。第四关的 BOSS 他是变成了一个会防御持盾牌拿着长枪的一个盔甲武士，西方的。对，你到了他这第五关埃及呢，他这金字塔墓穴他的机关做的比家用版非常的丰富。你就是玩那个，你看那个夺宝奇兵第三部嘛，第三部他们最后去找那个十字军的那个圣杯的时候，他当时是地上有好多机关，都是一个一个就跟那种签字印刷是那种砖上都有一个字符，你必须是你人踩到那个相应字符，最后凑出一个单词，然后你才能打开剩下的这个墓穴的开关。在双截龙三代街机版里，解谜要素了。对，你在双截龙三代街机版里面，它就有这么一关，你必须在这个26个字母里面。用脚踩出那个罗塞塔的这个英文单词，如果你踩错了呢，它就会出一个独眼的异形拿手抓你一下，按大怪物。对，这个就是大家没接触街机版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你在街机版的三代的这个埃及墓穴里面，它还有一场战役也是将版没有的，就是你和这个称子老太太进行对战。称子老太太她的那个动作非常敏捷，你跟她打斗的时候特别像和尤达大师对战。我操，尤达大师跟幻海。嗯，对，之前可能有的玩家也不知道，最后我们打这埃及艳后是谁？其实他这埃及艳后呢，他就是被附体的 Marion 啊。但是你那个街机版 Marion 他的这个造型特别夸张，他因为是 BOSS 嘛，所以他的身形要比 Billy、Jimmy 他们高好几截，就像一个女巨人。你跟他对视，感觉像什么呀？就像你看伊藤润二漫画里面那女模特，就那种感觉。街机版比例特别对，街角的那个女模特，街角女模特。街机版它这个你打这埃及艳后时，它战斗场景特别牛逼，它背后是一个
那种类似于瞬息万变的一个银河的一个宇宙空间进行各种变换。我当时是92年的时候看有一大孩子一直续币打这儿，结果就是一直续币续到这儿的时候吧，马上就要通关，结果没币了，完了之后就特遗憾就走了。对，然后你说完 boss， 咱说这个设定跟那个动作设定，它相对于《双截龙二》来说的话，其实它更注重了这双人配合了，在双人配合上下了很大功夫。对对，有一个招就是那一 P 把你二 P 扔出去的，然后二 P 能使出一个飞脚必杀。啊，就是你往一 P 身上踹飞腿，然后架出去那个。对，嗯、直接弹出去，感觉大炮似的。对，然后名字也特好听，叫双飞三连脚。然后还有一个双人背靠背使用双尾旋风的双旋子卡帕，对卡帕卡帕腿。哎，你问问卡帕能不能也出双截龙衣服？可以，今年32年，给 logo 改了。对 logo 作为逐帧图就行，就俩人蹲着，然后俩人坐着，然后起来，然后起来来双旋子。然后这个攻击力高达25数值，就是25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一个输出的一个。一般输出的一个表格，大家来参照一下25是什么概念。就打木乃伊 boss 的时候，需要5下双截棍加1个旋风腿，双截棍伤害是1下15，旋风腿是12，然后就是你就想想那一下就25。然后虽然这个没有了那个观赏性跟攻击力，就是同样特牛逼的那个爆魔龙神脚，就是那铁膝盖，之前说的铁膝盖，但是。还有，但是那个抓住敌人双肩，然后投出的那个猛虎回派山，也可以从那个敌方从高空就直接扔下来，那个、对，那招。对，然后打败第二关中国的那个陈清明，跟第三关柳生乱葬忍者，就可以不是能换他们吗？然后也导致了就是好多人其实都爱特爱用，就是咱玩降级版也是，只要给陈清明收了活。把忍者收了，赶快就想选他，就是新鲜小孩，就是新鲜，就是用那俩人用腻了，赶快想训，招也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柳生到底能不能收啊？那个加油吧，但是忍者柳生乱葬，他那标20枚标特别费，因为你每次发标，敌人基本都蹲住躲。当时在用的管子叫大鹏展翅，对，他手上正好带两个那种就是爬墙用的那个虎爪吧。对，忍者那时候管那种招都叫大鹏展翅，玩街霸也是叉子发那个都叫大鹏展翅。但是我们那时候玩的管叫吕四娘，都是女的，都说这吕四娘，那时候流行看那个《吕四娘刺激雍正》嘛。后来之后我们指着卡说：“你他妈怎么看他们卡？这他妈是一女的。”这分明是男的，那胡他妈叫。玩家管那家叫大鹏展翅。对，我们正好我玩双截龙的时候，就是双截龙，我这顺序是二代、三代、一代，正好呢，全都是在这个暑假差不多到开学的时候。这顺序是一个大家考都是这顺序。对，我是213，你玩当时玩三代的时候吧，大孩子交给一秘技，三代你 A B 暂停起，他直接能跳到下一画面吧。可是有一点特别不好的，因为你这个你要正常流程打通了以后吧。他最后也给你出几个动画，比如有那个柳生乱葬，还有陈清明，每个人他们的归宿的一个介绍的一个过场动画。你要史密记直接跳最后一关呢，他没有这动画，他就给他给弹出这三块罗塞塔宝石，跟底下写一个就那种欧弗固那种塔兔字体的一个银币。嗯，但我正常模式从来没打死过那个马林。反正现在，现在回想起来，你知道他是外包这个设计以后，你再回想起来三代确实跟二代不一样。就是一是我觉得场景上我觉得没有二代那么细致，啊，还有就是我觉得色彩上也没有二代好看，就是它发土黄那种土黄色，发色数特别低，感觉整个那里头就土黄土垃圾的那个色，整个特昏暗，特昏沉。对，你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因为外包原因，制作组的那个风格、制作方法可能是。对，你像咱们已经把这个最家喻户晓的这一二三说完了。剩下就开始进入就是相对偏冷门的，也就是岸本良久之后的时代，也就是海老找宗树的时代。对，我当时是接触这后续双截龙的也挺怪的，它有点特别像那种荣格所提出那种葡萄干布丁的偶然性。你像是我先是1993年荣格心理学，对，1993年我买那个电子软件那个试刊第一本，它里面介绍的是超人上的双截龙归来。等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我是买了期模拟时代，他那模拟时代5月那期他是送了一双截龙细枝谱，他给你讲双截龙这个历代这历史，正好他里面送了一个超人版双截龙归来的入目。我刚玩完这以后吧，到了2003年年底他又出 GBA 的这个双截龙 A 了。隔到2013年年初呢，我又玩到这双截龙霓虹，所以就是感觉这年份里有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我玩双截龙新作是有关联的。
缘分。嗯，那咱就先说这个国内玩家玩的比较少的，也就是超任超任版《双剑龙归来》。那咱刚才先介绍介绍制作人吧。对，咱提了两遍海老找了，海老是一什么人？因为自从那个岸本他等于后期基本就不接手这个项目了，不管这个。对，等于后期包括有外包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好，然后参与度最高的有这么一个人叫那个海老找宗树，然后他等于是超任版的一个策划，嗯，然后妞就格斗版的动作设计，然后到了这边版就是直接制作人了。哦，这个人年轻时候玩双剑龙长起来的，嗯，对，他特别就是刚才咱们说有比较传奇，就是说他进入游戏行业的契机就是双剑龙，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对，他特别喜欢双剑龙，然后他在当时是8889，就是双剑龙街机版初代的那个原声，那上市的时候，上面有一段那个岸本的留言，就咱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就是岸本想像廖龙一样的思考，对对对，然后看完就特别感动，然后就说我不行，我就热血了，对，我必须得去这个太空公司，我必须得站出来做双剑龙，对，而且主要是他也喜欢廖龙哦。对，他希望能他，而他比岸本那个逗的是，他干过替身演员，就会几下子，会几下子。他而且他，你看他干的是那个动作的设计嘛，游戏里边那个 pose 那些设计，基本相当于一个游戏里面五指。对，而且他还特别逗，就是他当时给《死或生》系列《死或生三》里边那个李健，他不就招也全都学李小龙嘛，嗯，做过动作捕捉。哦，所有动作采集是他做的，然后之后可能那个太空梦觉得还可以，然后忍龙就是 Xbox 版忍龙初代，嗯，有一个角色的动捕也是他，嗯，我那这哥们这个行业里混不长，挺长时间的。对，他后来去了那个 Milling，哦，就是那个现在之后那后来那个热血那版权那公司，嗯，然后他其实对，他还有一个系列就是咱们国内玩家比较熟的那个变身忍者，哦，然后他也是那个制作人。啊，就动作设计、嗯，其实超任版的这个，其实咱们玩的话，就感觉游戏有点怪，就是剧情一点没有，就没有过场动画，对，基本就没有。然后包括里边他的那些很多跟之前的变化也没有交代。他这是因为也是开发算是开发事故吧，嗯，算是他等于是游戏的项目的结尾期要提前收工，导致他们当时很多。就几乎一半的想法等于就全都作废了，细节也没有得到，不让做了，不让做了。就他原本是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然后加上他就是会采取那个之前那个二代的那个过场动画，嗯，角色的那个包括他会说话张嘴，然后加台词，嗯，他把整个故事说一遍，结果全都被砍掉了。然后还有他那个很多日本玩家说那个音乐关卡音乐的配置特别奇怪，也是因为他们原本设计了一个从第一关到第八关那个后几关那个顺序，然后在做的时候也被那个可能是表格弄丢了吧，打乱了，被打乱了，嗯，所以很多挺可惜的。然后他原本的故事设定里边，那个玛莲是那个女警察，她去因为一直有一些那个格斗家离奇的失踪的那种事件，然后她去追查，结果发现了那个一个反派组织叫那个Shadow Warriors， 之前那是黑战黑战影的勇士，影战影的武士，对，等于，但是他后来失踪的那个失踪时间一直持续，然后持续到就是比利基米的朋友练武的朋友也没了，然后结果把这兄弟俩给卷进来了，然后就是随着故事推进，我们慢慢了解那个故事真相。对，然后后来这个双剑龙里头也有好多有个性的那个 BOSS 角色。其中有一个就是 Duke， 对，原本这个 Duke 是要设定成颜色不同的兄弟俩，就 Duke 兄弟，是相当于就跟另那个双剑龙兄弟是有一个针锋相对、同门对决的那么一个感觉。然后 Duke 兄弟呢和李氏兄弟，就吉米李他们年幼时是一起修行，然后就他们设定是这么设定的，嗯，但是后期这个之前报道不是说了吗？各种原因，包括开发资源这些。有问题紧缩，然后 Duke 的动画资源量就被大幅减少，最后山就剩一个人了，就没有兄弟这回事了，就剩一个人了，嗯，Duke 就是那个双剑龙格斗里头也有，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长得孔子什么那样，是底下有小嘴胡子，嗯，对，他也能就变成影子潜到地里攻击敌人，中国风，但是叫 Duke 也挺怪的，对，嗯，毁灭公爵，啊，对，关卡过程里头就已经原本制作了好多这种演出方式，比如第一关打破电梯玻璃，然后这些都被删了，嗯，这是后来知道的是吗？对，就是你看那电梯里边是玻璃是破的，就直接就是破的，它应该有一个被打破的打碎的动画，嗯，
然后 Duke 身体中出现的那个邪恶黑影，就类似就是二代里头那幻影，然后跟那个就是跟他打完之后 Duke 身体出现这黑影，然后就跟那个主角说，如果我消失了 Duke 也会死，你们能用自己的拳头杀死好友吗？然后你把这黑影打完以后，就跟那个 Duke 的灵魂说话，感谢双截龙兄弟在自己堕落前阻止自己，然后就 Billy 在死了，对 Duke 的墓碑前回忆起年幼往事，然后也哭了。就是这个整个啊，超人版就算是一个番外篇的作品，它应该是在几代之前的事儿吧。嗯，在官方算是他承认前面跟他三部算是一个系列，但是他故事是一个外传。对，但那就是纯，其实就相当于你看《七龙珠》正常的连载，加上那个剧场版那种关系是。然后 New Geo 版的那个New Geo 版双截龙，岸本的时候就走了，就岸本时候就走了，对，等于后边就全都交给他的后辈。超人版其实呢，咱抛开就是他这些瑕疵以外，他的战斗系统他是值得称道的。他首先他是有一个防御系统。当敌人打你的时候，你防御瞬间可以直接就擒住敌人的胳膊，就直接就变成那种摔头模式。你摔头的时候，比如说你针对这个敌人进行各种扭打的时候，假如要是说有其他敌人在后头想偷袭你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用后踢腿那么进行反击。但是它这里面呢，可能有的玩家尝试一下就气了，是为什么呀？首先咱玩双截龙二代也好三代也好，咱们就图一个痛快，你经常发动什么旋风腿啊这些招数，但是到了超刃版双截龙归来以后吧，你这个旋风腿你要想发动呢，你必须得有一个硬性指标，你要摁住那个他这手柄的 L 或者是 R 进行蓄气，当你这个蓄气的阶段到达一半的时候，你再摁腿呢，它能发动一个从屏幕左边一直到右边，或者从右边一直到左边的一个持续的旋风腿的一个移动方式，对，特别像白人的那种龙卷熊脚这样。这又导致说你这玩这游戏的节奏感就全都被拖慢，完全破坏了。他可能其实你们觉不觉得他那个就画风特别像电精，就整个美术感觉，包括他那个气的设定也有点像电精。可能还是，但是电精他那个虚气比较短，这虚气特别长。他这个你关于虚气呢，他也暴露出了一个 AI 的一个问题。你虚气的时候呢，敌人要是纠缠你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上下换行，怎么着？一边是跟敌人进行游击，一边蓄气。你把气蓄满了以后呢，它还有一个攻击力增强的设定。你气蓄满以后，你用通常的拳也好，或者脚也好，直接一下可以将敌人打倒在地。这个就跟咱玩那个幽白魔墙似的，你这条线蓄完了，对，然后人过来关那条线，蓄一下。它这个双截龙归来里面，它武器也特别多。你像是它有那种专门能够扫敌人腿部的长棍。然后还有就是你必须得有的双截棍。对，其他呢，它有一些就是场景里面那些伤害，比如说吧，它有关是在拳馆，你可以用那个打沙袋进行那种动力势能转什么重力势能呢，就这种摆渡力可以把敌人进行撞倒，当然了，对你这角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其实能看出它说超人版还是很有野心的。对，你这超刃版它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它名字就不叫双截龙归来，叫超级双截龙。美版呢是美版是更为恶劣，美版它是连这个 option 模式都没有，你没法听这音效，没法听音乐，也没法选什么，就是这种互殴关闭开启的这个模式。美版它这个难度还比日版要高一些，所以导致好多美国那边双截龙的拥趸呢，一直是对这个超刃上这代超级双截龙是一直是诟病。那等于除了超刃版之后就是 New Geo 版，这也算咱们国家都玩过吧。也说咱们就是这个配合这个电影，对，可以说发售的这个街机格斗版。这街机格斗版它里面你刚才不说了吗，还老找宗树是在里面做这个动作设计。对，它这里面谁的动作设计做的最那个传神呀？成虎的。因为成虎他直接就是成龙的那个醉拳的一个游戏化身。你玩这么多游戏里面醉拳造型，你说好的，咱说 VF 里面顺地咱也不用说了，你其他你要想再练呢 KOF， 但镇元斋真没有这个成虎做的醉拳还原。DOA 里边也有一个那个醉拳的那个，你像他这二 D 游戏里面，你要是二 D 格斗游戏里面，你要拎这个醉拳格斗家呢，也就是成虎。你像他里面有好多招，有一其中就是这双手抱弹的这种姿势抡空，这个基本上他这帧数特别足。这个可能是好像也算是两极分化吧，就是喜欢的玩家特别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就觉得他
一是画面跟当同期的那个 FNC 游戏比起来稍微有点糙吧，就是再加上那个你可选择的角色也特别少。对，然后但是其实你看它那个系统，它的那个有一个特别开创性的，它把那个气槽跟血槽合二为一，就是你的气槽是满血的时候，你等于是你要放超杀，你得把你气槽攒得跟你血条一边长，哦，这样当你的血槽越少，哦，越好放，越好放。对，你的等于你有一丝血的话，你只要摸上一拳，你的气槽就满了，超杀可以一直放，很合理。对，相当于一个补偿跟平衡的那么一个。对，你等于是你越不利的时候，你有这个翻盘的机会，给你反杀机会。对，还有他当时融合了那个3D格斗游戏的那个场景破坏，场景破坏追加，就是他把打晕了以后倒地，就是冒星让你可以打追加，带残像从空中跳下来躲人什么的也有。啊，包括它里边那个角色，比如那个布鲁诺夫大红胖子阿波波，就给那种新的那种演绎方式也特别好。然后它里边有一些场景里边，你直接能从屏幕后边看见电影版的那个部分镜头。对，你说那是那个马里安那街机厅那关。街机厅那关，对。他这个我再提一句吧，双截龙这 Neo Geo 这格斗版，他当时不是也在那个 PSV 上移植了吗？对。PIV 上有一个原创的立体模式，你在那模式那种显示下的效果特别像咱小时候那种立体贺卡那样，啊，纸片的分一层一层那种，嗯，纸片的那种。对，然后啊，对，再说一句，就是如果玩家就现在有人想练这游戏啊，就是你看看那个斗鱼和熊猫，国内有一批玩这个，就是研究特别深，一套死，对，就一套带走那种各种木鸭，然后大连段，就是他经常在网上打一些网站都是高手的。因为他这个 Neo Geo 这双截龙格斗呢，他这个连续技你这一套打的时候，他是。他的那种伤害修正没有，对，他直接就是狂掉那种，按正常比例狂掉，那就是一招带走，一套带走，所以这导致有好多就是一老一少一直痴迷于就是练这个，学他这里面就是一下带走这种美学，嗯，对，爽快感，但是对新人不太友好。行，反正就最后再说，还有那个算玩家评价最高的这个，你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说双截龙里面真正就是金字塔，我觉得也就是这一代能算上，算人气最高的吧。然后这别版其实等于是他要为 FC 版雪耻，他的开发立项之初就是雪耻，啊，雪耻，然后就是邦夫，就是咱之前说那个 Techno 的那个社长，嗯，老大，就直接跟海老找说你啊，一定要就一是替 FC 版。搬回一分，SFC， 对对对 ，FC 版搬回一分。二是你要把那个前四座，他说的就是一二三加超人版所有精华都给塞进去。哦，贼最牛逼的，最牛逼的。嗯，但是他这又有点矛盾，就是说他当时他们这边那卡带容量，他们选的是算是最小的吧，就只有32，但是 M 就那 M 相当于4兆吧，4兆对，哦，等于当时你看咱们这个容量是那种什么。那种益智游戏巨小，那种巨小，对，嗯，RPG 当时基本都是像哈姆太郎什么的，哈姆太郎都比这高。对，然后你要用动作游戏，你那么多动画帧，你那么多敌人，你怎么塞？但是这个确实就是他这代干的漂亮，就是真是全都做到了。他首先海老找他就是本身他自己有一个双截龙的情节，所以他在做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保留就是原汁原味，就是初代老街机玩家那个那种感觉，然后还要又让新时代的就没有玩过的这个双截龙玩家，他能感受到这个系列的那个魅力。嗯，生化期。对，哎，有点那意思。就反正现在跟那时候都一样嘛。对，这老的品牌都会想着怎么样又保住老玩家，又想有新玩家，就还是活在盛名之下。但是你加新元素，这就会导致就是很多问题，就是它因为当时市面上已经是格斗游戏，你看是2000几年了，格斗2003年先发的美版嘛，年底，对，那做工具最那个 GG 都出来了，就是。他既然想你，那想你要新时代玩家玩，你肯定不能就是完全是就是初代那种很硬的那种，嗯，所以他当时想了很多，比如像街霸似的搓招，或者像直接说咱就学快剑锋，嗯，说但是这个海老找说这绝对不行，说我们就是要说那种原本那种特糙那种硬愣，特别钝，特别愣，对，特别钝那种整个那种感觉世界观。好，他那种原始就岸本最早的那种暴力美学那种手感，对，对，你要是变成双截龙那种连不是快打那种连摆拳，其实保险就不其实双截龙。算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势大力沉，就是你的那个打击感。咱们在玩双截龙二之前，没在 FC 上体验过双截龙这种打击感，嗯，就是还真是，的确的确。然后它主要加上音效做得好，音效做得太棒了，嗯。那个音效是 FC 里的，我觉得做的最好的打击音效。旋风腿什么的，那个，你就看那个一拳一拳的那个声儿是特别狠的那个声儿，还有那种叮一声，对，而且是那种特别钝，就是打人真是打人身上了，嗯，对。
所以海老岛就是 pass 了巨多这种就有点跑偏的这种设计。当然这个他也就是肯定有很多压力嘛，但是他为什么他能持续贯彻下来，就是因为邦夫还有之前的一个老 Techno 的一个老的员工，就是吉田晃，吉田晃浩，对，他说就是那个当烫热血的那个，嗯，这些制作人，他替他就是排除众议，然后最终让这批这个成品，嗯，就是大家也现在知道吧，就是一周宣龙就肯定是这批版最高，是，嗯，价格也是最高，价格也最高。你咱以家用版的这个价格来衡量的话 ，GBA 版的比红白机版都贵。对 ，GBA 版现在新品就不用想了，中国美品的话应该是30,000日元，嗯，能拿下吧？嗯，因为你本身 GBA 版宣龙它发行量就少，对，美版可能还能找，日版反正是很难找了。然后他本身就是，对，到海老岛，他对这游戏的一些想法就是，先说那个造型，咱看那封面，他两个是那种毛刺儿头炸着呼那种，发型变了。对，他原本是想做那种大背头，嗯，或者那种就是80年代风格那种的，对，那种大油头就是飞机头那种，但是太80年代，就是说现在一看就没有主角样，特像反派。对，而且当时那个年代还没有80年代这个反潮这个文化呢。对对，然后正处于那时候还主流的风潮，那时候真觉得80年代是真土的时候。对对，然后就是换成这种更年轻一点的这种炸着呼这种发型，然后还有就是 Technos 那个游戏的那种传统，就是连拳的是左拳右拳那种组合拳，底线。嗯，然后还有很多招式，就是他可以骑在敌人身上打脸，追加，那是向初代 FC 初代致敬。然后他有一那个前前拳的那冲拳，就他不像卡普空那种黄血那种打特远，他就是像热血那种里边国服短的那种，他有一惯性的那个，他就是致敬一小点平移一小点，对，致敬国服军。然后他那个追加就把人倒地，然后就是踩人肚子那个，或踩小鸡儿，踩小鸡儿，就特别像那个李小龙那龙虎斗里踩的那个沙子姐那个，这是模仿战斗部落。然后反正他你大家玩的能看到很多就老 Technos 的这个，等于是 Technos 的动作游戏集大成，对，等于就他这是他海老岛向他之前前辈致敬的这个方式嘛。他里面你还有一些就是特别难发隐藏招数，他这个设计的隐藏招数他也是为了缅怀 FC 时代，不是有好多那种礼记嘛，就是秘技近段的秘技什么的，秘技时代。你这个在咱们说一个最实用也是最有演出效果的吧，就是在级别双截龙里面，它有一招叫跆拳道踢，就是你摁着下和腿的时候呢，它是朝敌人下部踢，就是他捂肚子的时候，然后对下腿，你给敌人就是打成硬直时，你使用这种摁下腿呢，他直接他就能够踢敌人五脚、嗯。但是在他最早的方案里面，他设计的是什么呀？他设计说你打那种体积特别大的那种，像那种布鲁诺夫那种大壮的时候呢，你使用这个招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时机是让你连续摁腿键。你连着就能够踢的好几下，是比平时踢的次数要多。这个设定他是学的是《北斗神拳》里边这个剑次郎打红桃的时候踢肚子那个，他那叫北斗柔破斩。北斗柔破斩，他就是剑次郎用那种高速的那种腿部攻击，把这个红桃肚子上这些脂肪全踢去，最后给一拳。他有点想把这招设计成那种终结技似的，就是最后一招，然后打不同的敌人，限定终结效果，对。但是你还是因为这个容量的关系，就被这个砍了，咱们就无缘见到。其他还想设计一个隐藏技呢，就是你抓住敌人头发时摁上跟那个攻击键或者是后跟攻击键有不同演出效果。因为咱们玩双截龙红白机版二代时，你抓住敌人头发时，它有三种那种攻击方式，一种是不算投掷技的话，你一种是那个拿膝盖磕脸，对，一种拿肘打那个后背，还有一种是直接用脚踢人脸给人吹飞。嗯，这个也算是那个它的一个遗憾吧。嗯，相应的，你在这个 GB 版里面，它也有好多新的敌人，比如说吧，它里面有一个武士敌人，它分两种，一种是拔木刀打你，嗯，一种是直接拔武士刀打你。武士刀打你是直接是一管血就没了。嗯，这个武士它的名字设计的叫那个菊千代，它是七武士里面比较各色，直接就是那个黑泽明七武士里面嘛，比较各色那个三川密郎演的那个。嗯，但是它这武士造型用的是那个傻瓜殿下的那种造型，就看特别搞笑那种。傻瓜殿下这之前我记得暴走给我们写过一篇，对，那超人上的傻瓜殿下，这回头让哈迪给加一个傻瓜殿下的这个一个历史回顾吧。
至尊剑，还有它里面也还跟那李小龙取材了好多招数。你像它的那个最标准的，它那个飞踢嘛，对，就来自死亡游戏里面李小龙对贾巴尔时使的那个飞踢。我记得之前机壳网站有一哥们儿就是分析李小龙跟那个双截龙的里面这些动作，这那哥们儿写的算是这么多怀旧文章里面写的比较精的，嗯，比较透的。我看时间轴吧，应该有链接，嗯，有链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必须得说 GBA 版那个双截龙的这个封套，它这封套是比利和吉米两人就是进行那种格挡的一个练习。这个呢，它是直接照着李小龙在《猛龙过江》里面李小龙对决罗里士的那个一个剧照画的。还有就是在这个《GB版双截龙》里面，唐人街那关，你可以看到有唐山大兄的一个电影海报的招牌。那咱正好说完这个 GB 这个03年嘛，咱就说这个13年，正好我玩到这霓虹。它为什么叫霓虹啊？是因为它是纯纯粹粹的给你还原到80年代那种霓虹灯、那种纸醉金迷、那个 West City。对，然后迈阿密热线那种霓虹元素是80年代经典。这至于这个霓虹元素是什么呢，咱可以去时间轴上哈里加一个之前咱们那个听众笔者金照写一篇特别彻底的霓虹文化的一个解析。对，这个霓虹这个事儿啊，就是好多我觉得好多人是没玩过，还是就是玩的人比较少，或者是包括正经玩双截龙的人好像也对这座没有什么，你像我就没玩过。你像之前我问那个药夹吧，药夹我说双截龙霓虹特别牛逼，为什么你不玩？他说因为他这改成这种 3D 建模这种人设他又不行。但是实际上你双截龙这个霓虹它里面有非常强的娱乐性。对，咱就说那个比如说里面那个你招数吧，你里面你磁带系统，就是磁带系统，它这 mixtape， 你每一盘磁带呢，它是代表你的一种模式切换，你可以换成那种，比如说平均型或者攻击型、魔法型，有得有失，它每种切换速度型，还有一个呢，还有一种就是磁带是代表你的保险，比如有的保险是发动旋风腿，有的保险是那个能够偷敌人的血，还有都那个是那个保险是发波，它这每一盘这个你切换这磁带。换这流派或换这保险的时候呢，他都会给你根据你这盘磁带名字，他给你放首歌。比如说吧，你切换到旋风腿的时候呢，他给你放那首歌，他还给你演唱一遍歌词，歌词都特别逗。他里面就唱说，我男朋友是一个疯子，然后我特别希望他能够转身，就是那个改变他的这些性格。他直接就拿这种转身、这种转变来形容旋风腿，这是非常难得的。你像他这每一盘 mixtape 磁带，他也都是用不同的80年代曲风给演绎的。比如说吧。你像有那种 power pop 电力流行，然后有那种说唱的，然后有那种魔法金属的。对，其实咱们可以聊聊这个霓虹是怎么来的，而且到底跟岸本有没有关系。就是在前几年吧，今年是30周年，你想在5年前，在双截龙25周年的时候，当时岸本跟一个来自欧美的制作团队达成了合作，这个团队就是那个 Majesco。出版商 Majesco 跟那个 Y 方Wave for White 那个就是咱们好多那个复刻高重置的那些经典游戏，魂斗罗4是吧？魂斗罗4是他们做的，然后、包括那个前两天的三塔，就是桑塔系列 Steam 玩家都知道，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前几年那个唐老鸭俱乐部的 Remaster， 对，这他干了好多这种事儿。然后他们当时尝试就是从那个 Million 那儿拿到版权，然后这个那个 Y for World 的这个公司呢，就是技术力就特别那个，他就本身就特别爱做这种怀旧向的游戏，就当时的那魂斗罗啊、唐老鸭这些东西。但他那些都是二 D 的，他要说还是，但是他也是。有的是3D 建模，像唐老鸭俱乐部它是人物是那个 2D 纸片的，但是它里头的那些好多东西都是 3D 建模，场景是 3D 建模的，对，它其实比较适合做这种东西。然后经过那个谈判之后呢，他们双方就达成了一个要重启双截龙霓虹这个方案，就是还是延续80年代的一个风格的一个主机的在 PSN 啊那个 Arcade 下载的游戏，等于他们这个开发商当时就用前三代这个游戏场景用 3D 技术给它重新还原啊 ，remix 那样，等于是他们把元素提取出来在3D 化这个，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好多 fans 一些死忠有些争议的地儿，然后那个这为了避免这个新开发商跟之前这开发商跟之前的原作出现这种前后不一致这种设定的那个情况，岸本当时就给那个制作商。就是制作组提供了一个当年的设计稿，
然后也是反馈了一些意见跟建议。其实这么说吧，就是说岸本在整个这个游戏的制作过程的时候，岸本就一直在参与度很高，参与度很高，一直在反馈，一直在提建议，一直在等于是他们的沟通特别一直在来回来去沟通，为了就是让它的还原度啊，包括双雄的精髓怎么达到。然后那个当时这个制作组的这个制作人员当时说，就是岸本当时也是有非常大的疑虑，就是说岸本其实对双截龙非常在意，他对这个品牌是很在意的，他特别怕这个东西是自己相当于就自己的孩子嘛，孩子自己孩子被别人带坏了，又被一个白皮儿给拿走了，然后他怕奶出来味儿不一样，然后等于一开始他们会沟通，会有一些就是也不能说不信任，但是只不过就是大家不会沟通后来那么顺畅，一开始的时候他也磨合呗，因为毕竟他还没有看到这些demo呢。对，然后后来这个制作公司就用他们的技术跟实力给岸本看，最后岸本也相信，就是这个霓虹这一作就是在欧美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个游戏因为是一个全新的游戏，但是他把原来的街机的风格又保留了，就是整个的过关过程还是原来轻版街机的那种动作类游戏，然后也从二代三代里选取了特别好的部分，比较受欢迎的部元素给放到这个新作里头，然后但是又特别美国，整个那个就是相对于二代三代来说更美国化了。对，然后等于这个合作是岸本第一次跟真正的欧美公司去合作。对，然后他就是当时说了嘛，一直在提意见，包括主角觉得太年轻了，或者觉得主角不够壮，还有一个特逗的就是这头发，就是当时那个他们也想做成那种就老派点，就跟那个 GBA 一开始那做，一开始想弄成更老派点的，然后但是岸本其实他的想法是就是有点太老派，有点太像那种故意像猫王老摇滚明星了，就是他想做成北斗神拳那种，就是其实也有点更张扬更刺儿那种头。对，然后而且岸本也是坚持用了那个双截龙的原版音乐。音乐聊我插一句，这音乐里面它是你知道这音乐谁做吗？这音乐是那个是给专门给那个松塔还有铲子骑士做配乐的那个他们是杰克凯夫曼给做的。反正你从那个进去以后你就能听见，这进的游戏你就能听见那个双截龙的那个招牌音乐，然后等于包括整个动作模组也有重新设计了一个。动新的动作模组，然后等于这个呢，这个改这个原这个新作呢，是等于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改动，就不像什么腐蚀之屋变成三 D 了以后变成那样变成战神那种打法了，它是还是在一个原作基础上做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比较改良的那么一种改动，不是那种彻头彻尾，所以它尽量是让在这个体验上保持原来原汁原味。对，然后对。这个霓虹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制作流程，包括制作后面故事这种的。这么说还应该买一个玩玩。霓虹，其实你为什么就是你应该玩？你不特别喜欢就是那种闪避加剑切那种感觉？对对对。霓虹里面，你尤其玩高难度的时候，你必须要掌握就是这个蹲姿翻滚闪避。对，它增加了翻滚的这个东西。翻滚，因为当你就是蹲姿翻滚躲过敌人攻击的时候，你会有几秒钟的话提升力是翻倍的。另外就是大家都玩双截龙，知道双截龙跟其他动作轻板游戏有一个最不同地点，就是它没法恢复体力。但是霓虹呢，里面你可以喝碳酸饮料，大可乐。对，你每是 Doctor Paper 就类似于胡椒博那种，而且你每次就是恢复体力，就是喝可乐时，它那个音响特别好听，就是那种拧开瓶子那种碳酸气崩出来那种效果。而且这个双截龙，这个比利兄弟又变成了空气级的爱好者在里头。对，你每关就是过关之后，他们俩就是演一段那个空气级的 solo。对，另外呢，出一缩。另外，它还有一个叫“给我五”系统，就是你推动那个右摇杆，两人合作的时候，俩人就做一个 give me five， 然后就是俩人一拍拳进行一个镜像重叠那种攻击动作。之前这个。那谁不乱跟赖松赖人老玩这个，然后不乱老不跟赖松配合，赖松一边做机场动作，然后不乱不理他。其实挺好，这座其实真挺好。对，这座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彩蛋，是你把那个最后 boss 给打败以后吧，
他会从那个有这么一动画，因为最后一张场景是在宇宙里打嘛，他那动画它是那个最后 BOSS 从天上一直往下降，然后往下落的时候，他一边出这演职人员名单呢，他旁边还那个 BOSS 还在那唱首卡拉 OK， 他给你唱首歌，唱自己怎么被打败的，就底下有那歌词字幕跟那给你蹦，特别逗。然后他这个在选关画面化的，他那人物就是变成二代的那个 FC 的那个。FC 那人物像素那个，在大地图上那么走，那他这算是一个，也是一特有情怀的一帮粉丝，然后重新演绎了一下。你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如果按本参与度这么高的话，我觉得你就大家当一个正统续作就可以。对，反正自己作品，这个基本上，因为他这个不是交给那个日本，交给那个 ARC Safe Team Work 发行的吗？对，你基本上时常你能够遇到就是这个游戏打折，你见到打折的时候就收一个。行，回来，好像有 Steam 版吧，霓虹。有 Steam 版，但是 Steam 上只支持 PC， 不支持 Mac。对，刚才说的那个，可以跟那 ARK 这个版权的那个传承，很可以就着这聊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为的 Work， 对，为什么现在版权落他们手里？其实他们俩这两家公司渊源还是挺久的。ARK 他其实之前他那社长叫那个木户刚，他是世嘉系的，世嘉的一个程序员吧，算是一个技术。然后他从世嘉出来以后，成立这公司，开始就是给世嘉做一些小一些的外包。有名的就是杰克逊那个麦克杰克逊那个 Moonwalker，那个马克碎版是他们移植的。然后那个马克碎版的双牛也是他们移植的，而且是他们独立以后的第一个游戏。所以从这会儿开始，他跟 Technos 跟那个阿古他算是有交集。但是当时Technos 那时候太牛逼了，然后那个 ARK 肯定是一小胆嘛，就是尝一口饭吃那感觉。想那会儿他还没出这个装备，就给你个授权嘛，是吧？对，给你授权，对，有口饭吃。而且说白说说句不好听，那个做的也确实有点对不起人家，就是也反正算是不太好吧。但是直到后来那个双金龙就 Technos 倒闭了以后，双金龙也好，热血也好，他这个版权一直在那个 Million， 对， Million 发行给阿特拉斯，对， Million 等于是也是邦夫的一个，应该是跟他有关系的一个公司，等于是有就是把为了维系这个版权，把这个还能活下去，就都转那儿去了。然后最后是 Million 他撮合的 Technos 把授权给了 ARK， 因为为什么？就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就是二 D 格斗游戏这块儿，基本算是街霸就不说了，然后虽然就是人气还是在那儿 ，SNK 也不说半死不活，对，但是能看出他作品的质量和创新性上最强的就是阿古的那个最有装备，还有最有装备跟那个苍翼末世录，对，这样好，包括他们还做了好多什么女神异闻录的呀，包括什么那个北斗神拳、巴萨拉，就是他出的特多，他出了好多，对，所以。包括之前去年 3DS 那个《龙珠》的《超究极武斗传》，也是他们的，就是能看出他们现在还是继承了那个老派日系那种二 D 点绘的那种，对，那种风格，而且是超高质量，嗯的这种算是有一个传承吧。所以 Technos 也是，就是邦夫他也是说，我就是等于是看上他，比较放心吧，对，看到他们这方面的这种技术积累和他对这种游戏的一个喜爱，还有他对执着，对执着对玩家的这种态度，因为 ARK 的游戏质量都很高嘛，所以就是算是把这牌交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岸本本人也希望他能继续把这几个系列能发光发热，就继承 Technos 的创新精神。对，但是他们已经做到了，咱就拿去年出的那个热血物语 SP 吧，对，他那个为什么这代就做得这么好玩，因为首先他就是你就能当一新游戏玩，另外呢他里面除了动作他给你做的成堆的那种美术资源，把动作对重新做了更细化，他为了就是照顾新的玩家，首先呢他里面把那原先的全各种假名里面给你加了大量的汉字，其次呢你不知道这些招数怎么出，或者你不知道支线怎么展开，他在游戏里面他能给你开启一个图鉴模式，对，他就是能可视化的把这些怎么展开全都手把手的教给你，照顾到了的。反正就这么说，就去年那个《热血物语》SP， 算是这么多年来热血系列，我觉得改变最大的一座，就是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就是而且是一个良性的改变。你加上他这也耐玩，对，四个结局。咱们之前说的都是说在霓虹之前
包括说的这些双截龙这些代数都是它巅峰时期的事儿。嗯，然后中间它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沉寂期，就是怎么导致这个局面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跟 Technos 这种品牌的滥用跟透支有很大的关系。对，就是这个双截龙这个品牌火了之后呢，等于是变成多点开花。 Technos 什么动画，然后电影，然后对战，包括无数的续作，然后还有跟战斗蛙就跟赵夏还有一个合作，是对。然后但是你其实有这么多合作倒无所谓，因为也有很多品牌都是它可以出一个 IP 能出各种不同游戏类型，对，然后也会有一些衍生的一些品牌电影之类。但是比较 Technos 这个糟就糟在哪儿呢？就是它的每一作都完全就不一样，能当全新作品玩。对，他们他传承性特别差，就是比如动画包括什么那个电影包括好多对战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不是感觉不是一波人做的。你不挂这双截龙名，你挂一随便一名字对也行，就跟之前那个说小神龙的双截龙动画片、啊、说根本就会根本就不知道，对、嗯、就是每个都还有那电影版单独都是单搁了，根本就不知道是。对，是这个从岸本的采访里能看出来，就是，其实好多人来说呢，对有一部分人来说，双截龙这种前后不一致这种东西呢，可能是系列的特色，也可能是它的魅力。但是对于岸本这个双截龙的之父来说，这个就非常尴尬这件事儿。嗯，就是他觉得因为他是一个以父亲的角色来看待别人怎么对待他儿子这件事儿，就是他觉得太多人在双截龙上做着不同的东西，就是拿这个牌子来过度消费，对，来练手啊，或者来养别的东西，嗯，然后甚至把这些东西给外包公司，就从三代嘛给外包公司，然后导致这个品牌一致性跟作品质量根本就没法保证。然后但是岸本可能我觉得他也没有利益，就没有什么无力改变这东西，就是这个 Technos 处理的旗下品牌的一个做法。嗯，然后之前他们一直这么相当于糟改双截龙这个品牌的行为，一直也没有什么，他们也没觉得遇到什么麻烦，因为市面上可能也没有同时期有什么对手。直到八九年卡普空出了那个 Final Fighter、嗯、那个快打旋风，这个之后他们就是感觉到双截龙这个危机感了，因为卡普空有更好的硬件跟技术，有更好的资金。因为冈本当时放话了，就是必须要超过双截龙。嗯，就是双截龙当时是一标杆，对，就它的画面、手感，就它哪儿弱，咱们哪儿强。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把双截龙当成一个标杆打败了之后，开启了卡普空黄血时代。对，然后之后这双截龙也就是。同时也做电影，有一个就是电影就是主演是什么来自五口之家的，还有什么铁厨师，还有终结者二的，还有一个什么成长没烦恼，这些各种剧凑一块的一个大杂烩，就是圈钱之作。然后岸本就说，如果不把它当一双截龙电影的话，这电影可能还能看，但是。岸本觉得根本就不应该叫双截龙，就是不配叫双截龙。它游戏里边元素特别少，因为他可能也之前了解到这些情况，就是拍电影那帮人根本就没有跟游戏制作组沟通。它变得特别像那种校园歌舞片那种感觉。嗯，它里面你说唯一能有双截龙特色的就是阿波波出场的时候。嗯，对，就是完全就是相当于这帮人就没玩过，然后就是借了一个名，然后把这个弄了一原创故事往里搁，可能就是这种做法。对，就跟当时那个超级马里奥兄弟那真人版似的。对，其实咱看那个街霸，就是那个上格云顿那个电影版，就你看古力，它本身是有一点游戏的元素，就是被点那个迷彩裤，脚刀也有，他把那脚刀有，但是他搁那里边还不算出戏。但是你看春丽穿着游戏里边那种特戏服旗袍布兰卡就出来，感觉就是确实有点跳，所以他电影和游戏的这个改编有个权衡，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权衡得拿捏特别好。嗯，对。那其实说滥用的话，其实后期还有一个比较算是比较恶劣的，对，就是那个，应该咱也得把这证明一下，因为好多人玩格斗也问过，说龙吼到底算不算双截龙？对，其实你太像了，对，他
这摆明了就是双截龙，因为主角的名字活超，这属于对角色的名字。主角你像那个比利基米马瑞安阿波波全用上了、龙宝就是 New Geo 出的一个格斗，当时就是 SNKP、就是 SNK 倒闭之后、然后开发是那个 Noise Factory、对也是斗魂的那家。其实我觉得啊，他这可能是之前因为 SNK 之前那个 New Geo 版那个双截龙，就是之前这几版刚上市时候有一个事故，就是它的 room 好像是我忘了是音频还是哪块有问题，等于是刚上市那批的那个基板那个卡带本来就被大量召回，就这个事儿导致当时那个 Technos 就是因为它才就快倒闭那会儿财政状况本来就不好，就一个雪上加霜就直接就停死了。然后有可能是不是因为那个事儿，然后导致 FNK 这边一直觉得我双截龙我还可以拿来干点什么，然后但是他也不能明着他做，所以让他有一打擦边球那个感觉吧。对，但是这就不算擦边球，这属于活超这个。对，但是当时确实岸本也说他跟这个龙吼就是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个侵权的一个对一个项目。人而当时那个 Million 特别小，他也没有能力阻止这别人来抄这个。对，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好多粉丝就是模仿就是老双截龙那个风格。前一阵不是就那阿波波的那个阿波波复仇吧，阿波波大冒险，阿波大冒险，一个 adventure 吧。对，那个是一个 flash， 好像是就同人游戏了，等于是它里头调用的那个就是二代上 NES 的资源。对对、那个，这算一个同人致敬。对，那岸本本人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玩家能把这东西做好，我不介意你们用这个，就是你抄或者你致敬也好，你能不能做一好东西出来？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他在太空的工作这十几年吧，基本大部分游戏他都参与制作了，小项目可能3到4个月啊，大项目10到12个月，双截龙这种嘛，有时候一个人他要兼顾2到3个这个游戏的制作。他你像他即便离开 Technos， 他一直就是那个20世纪之前他也没淡出游戏圈，比如说吧。那个 PS1 和土星上的那个超星贵，那就是他当的制作人啊。还有当时那 PS1 上一些那个 Simple 那些恶搞小游戏，也有那个岸本参与。对，就超星贵真人版那个。其实他离开 Technos 一是觉得，就是对 IP 的这个滥用过于炸血，然后二是他觉得后期他们做游戏那个热情就完全没有。就是最早做双截龙或热血的时候那种感觉了，毕竟当时是他们制定的这种动作轻板游戏的规则。对，有可能就是说我靠这个确实挣了钱了，而他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但是一旦火了以后他就没法再把这东西再进一步的，还是小岛秀夫嘛，就是绑在这上面，绑不能做新的了。对，他等于就是也厌倦了这种日复一日这种重复的绑动。对，等于是我为公司赚多钱，您后来你去盖大楼，中野那大楼现在还在呢，就是大家去中野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百老汇，从后往后走，就那个他们后边出了有一个那个大创的百元店嘛，就再往北一个街区，就是那个腾格的那个大楼，现在他也是好多日本公司当年他妈有钱了就干的这些事儿哈，对，盖大楼，对，还组了一车队，赛车什么的，反正他现在独立也好，就是。希望他以后能就是更多的合理，就因为现在那个独立游戏的风潮这么大这么冲嘛，他要是能利用这个能再把他当年未完的这些心愿重新给他了一下也不错。正好你说到独立游戏嘛，因为那个 Steam 上马上就上了一个 River City 嘛，就是美版热血物语，这游戏也算是众筹这么多年，然后今年也说2月，因为2月底也要开发结果了，这游戏岸本也是对这制作组进行了各种授权和修改建议。当时看那视频觉得不错，里面挺爽快的，也加了好多街霸里面的那些必杀技加连续技，应该算是一个集大成的游戏吧。这到时候大家等上市之后可以去关注一下玩玩。对，这个系列反正基本上都是 MC 二代开始对对玩的。对，你像四代这个当时真是期待也是太高了，特别期望特别高，就导致这回出了以后呢，失望了。我们真不好意思批评这个。你像药夹说那些基本也就代表我们的那种不满。它是很多二代素材直接用是吧，就二代素材重新用，然后又加了好多原创的素材，就导致它有一种那种认知上的违和感。
比例都不一样，比例你包括你像一代的那个 Linda 跟二代那刘某画的那个 Linda 两个人脑袋都不一边大、嗯、你能说这一个人吗？可能预算也不高，大家对他可能也是情怀赚一波，也毕竟这个系列就是一直没有新作，反正这双截龙四就不推荐大家买了，除非你要真是说我就特想玩，那你就买一个、嗯、也不贵，四十来块吧，四来块，50港币哈。对，因为就是碍于双截龙四这种质量呢，估计可能以后咱也没机会再聊双截龙了。对，嗯，大家30周年了。对，大家反正那推荐可以买一些之前老作品，比如手机版的那个街机版1、2、3合集，嗯，才300日元。嗯、Steam 也有，之前我还送给一哥们儿了一礼物呢 ，Steam 上那个。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双截龙次归次，差归差，这个新作。可是像这个追随李小龙这龙之道，咱们还是必须得坚持。嗯，咱们就最后结个尾吧，结个尾，咱们把整个 Technos 还有岸本和这双截龙这个系列咱串了一遍，然后最后咱们用岸本自己写的一段话，然后给这个收一下。嗯，然后他自己写的、啊，对，自己写的，他就是献给布鲁斯利的这个双截龙。嗯，他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要通过美国走红以后再迈向全世界的一个游戏的企划。然后主人公的这个李就是布鲁斯利，就是李小龙这个李，然后包括敌人也用了《龙之虎斗》里边那个罗巴和那威廉姆斯，因为《龙之虎斗》这电影就是我这部作品的一个目标，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我一定要把它做成世界第一的动作游戏，我必须要做，说我天天加班，我通宵我都做，而且我绝对能做出来。就日本人那种特别热血的中二的那种感觉，轴上了，轴上了，对、嗯，但是特别令人感动那种。嗯，当在项目启动4个月之后，然后主角李氏兄弟，然后和敌人终于能在矿体里边动起来了。然后当时他们同事开始试玩的时候，就他就听出同事们很快就叫说真他妈好玩，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游戏，对。而且，他说因为我他在做企划的过程中。经常就是脑海里边脑补假想游戏成品的样子，但是真正上手以后才发现实在是太棒，远超他的预想。嗯，我当时就我能确定这游戏一定可以征服美国玩家、嗯、所以他觉得游戏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好玩，能不能受欢迎，只有在他做出来成品的这一瞬间，他身为一个制作人才能体会到，说这才是他身为一个游戏开发者的这个切身的感受。嗯，他说我岸本只要我这种感觉还有，我到死我都要一直做游戏。嗯，真牛逼！这我觉得可以给国内这些游戏厂制作商共勉吧。嗯，对对，你像岸本现在都多大岁数了？嗯、对，还有之前还在做，之前前一阵不是也那个 Steam 也上一国内人做的动作轻板游戏吗？嗯，手感特别好。那其实真的挺好。那什么，我是英雄是吧？我是英雄还是叫什么来着？对。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它也是横版清关的那种的，然后它是一个斜45度那种场景，啊，斜四十五度假三 D 是吗？它里面也加入一闪，嗯、还有那过关之后那个升级和买招数的这些设定，对，挺有意思，而且画面其实也有点霓虹风，我觉得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其实像你看，像岸本就是这种老的那种开发体制，就是一个人，嗯，完全为了他的一个想法，然后带着整个团队往前冲。现在这种模式也只有独立游戏。可以实现了，而且很热血。这不光是一个公司体制，或者是钱之类的，可能对，因为你要三 A 的话，这种那么大投入，他就肯定要考虑到风险，所以就是什么好玩，我怎么会有好多妥协吧？对对，像商业妥协，那游戏反正肯定不可能不好玩，因为砸那么多钱，请了那么多牛逼的导演，他只能是说你可能喜欢不喜欢，但是说。这种早期这种特别有个性的，能彰显这种制作人他本身的这种性格特点的、嗯、这种制作人，就是早期洪荒时期的这些游戏制作人，一个人能决定整个事情，那种靠着某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能决定整个游戏的，对，现在也只能在独立游戏里头能找到了。那我现在我也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你们俩能不能玩 Steam？玩不了吧？看我得了一，哎，你看 Steam 不是 Steam， 我是咱仨里边最早有 Steam 号的，我 Steam 到现在有三个游戏，是黑怪吗？不是，你看啊，三个游戏呢，三个游戏 ，Jazz Radio， 嗯，然后那个世嘉MD 合集，那不是全是世嘉系吗？超终极街霸四。啊、哦！我得了一种一玩 Steam 就死的病。那你真牛逼！嗯、不是我可以玩 Steam， 但是我就不能用键盘鼠标玩 Steam。那你不会手柄？成了，今儿节目到这儿，咱赶紧带他治病去吧。拜拜，嗯，拜拜。